芯片牛股恐慌式回调，股东一个多月均亏近200万，高一逢流也栽了。10月21日消息，芯片牛股瑞创、微纳盘中跌近6%，报77.4元每股，总市值344亿元。AI 财经社发现，近日瑞创、微纳陷入大跌态势，近5个交易日，瑞创、微纳跌近15%。在8月30日，其股价创历史新高的129.48元每股后，一路走跌，至10月21日暴跌至77.4元每股，32个交易日回调幅度超过40%，市值蒸发超过230亿元。从十大股东看，高毅资产冯柳管理的高毅林山一号远望基金在二季度加仓了150万股，成为公司第四大股东。